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今天呢，为大家进行 Pursuit of Hat， 啊，追求帽子、追帽人的这样一款很好的游戏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它出了二，所以呢，因为最近这个录的游戏啊，不是很渣，就是最后直接崩溃了，视频文件都坏了，所以呢，还是随便做做过去玩过的游戏啊。总而言之呢，给没有看过的大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款十分有特色的啊追求帽子的游戏的它的魅力。Pursuit of Hat 呢，这个标题显然是啊根据这个畅销书和畅销电影啊追求幸福来进行了一个文字游戏。那么我们操作的呢，就是右边这个大家看这个圆滚滚的肚子，圆滚滚的脑袋，头上还有几根毛，还要追一个紫色的帽子。然后每次追到帽子呢，那就消失了，进入了下一关。每次到达一个新的关卡的时候，我们的帽子就会消失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游戏最好玩就是它的动画做得非常的萌，非常的细致。我们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头上没什么毛，所以才这个要追帽子。然后呢，这边引入了我们这个游戏的第一个机制，那就是按空格键可以把四肢弄下来一个啊，然后我们就只能瘸着腿走了，然后按下呢可以复原，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腿啊给吃回来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四肢呢我们现在还是能跳的，用来作为解谜的种种要素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帽子。这个第一座是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的吧？哎呀，摔死喽！那么趁着它这个二代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边我们进不去怎么办？把自己给拆了啊！一条腿还太高，没错啊，这个我们啊，因为我们把这个，我们现在还剩下一只手。还是不行，怎么办呢？一不小心弄了一个回来，不能随便按下啊！我们直接把身体都不要了，最后剩一个头，头还是能跳的，但是不能跳很高。如果我们在这里跳下去的话，就跳不上来了啊！所以啊，当时也是非常开心的说，哎，这就是一个断手断脚也要得到帽子啊！所谓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啊！你若抢我帽子，我自断手足啊！好，我们把这个解谜啊，说是解谜啊，其实相当简单。之后可能会有比较难的关卡。这个第一座啊，也是好几年前玩的了，都不知道有什么情况了。是的，这边呢，因为它有这样一个重力啊，所以我们它上面写着啊。一个头等于你的身体等于四肢加起来，所以啊，哎呀，不好，不对，这样的话我们会跳不上去。好，我们呢要做的是在这个地方来把我们的四肢弄下去。其实把躯干也丢下去应该也可以啊，但这边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同一个重量，所以我们直接这么过去就可以了。一顶紫色的帽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无所谓了。好，我们看这个各种谜题啊。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卡住。然后呢，再把绿色的打开。说的真的是难度是不是很高啊？纯粹就是让大家萌一萌，乐一乐。好，这边。丢一个脚下去，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到这边来了。这边呢我们再扔一个，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再把这个给弄起来吗？好像不是。刚说的难度不是很高，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最后应该要做的呢，
应该是把这个右边绿色的这个给弄出来，然后呢就可以啊一步一步的跳上去了。那么首先要做的呢是哎，对啊，刚刚为什么没有弄出来？刚刚我是怎么了？十分直截了当的呀。哎，好，上来了。好，好的，那么这一关要做的呢，是要把绿色的给打开。那么怎么打开呢？啊，我们丢一个四肢在这里，好，好像不是这样，是啊，这样是不行的，啊，首先把红色的给打开，哦，不对，那是不是啊？好吧，还是简单的把红色打开，再把蓝色打开，再把红色的收回来吧，啊，不要想得太复杂。哎，我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啊，总而言之还是挺实用的，自己的四肢可以随时的弄下来弄上去，有点像这个姜饼人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个吃的。好，这边好，有人体大炮啊，我们直接进去应该不行啊，对，丢个脚进去，丢哦，不对，还要按按钮，是的，轰，我来了帽子。好，第十关，那么这一关一看就知道是要做这个平衡的啊，但是怎么做平衡呢？绿色的啊，是的，啊，这一关呢，只需要把一个放在这里，然后自己直接下来就行了，直接让它捅，哎，因为多少还是有重量的，啊，可恶，软趴趴的，不行，是的，到这里，我们先丢一个脚下来，哎，两边都有脚就平衡了，哎。好，虽然我们这个失去了很多的四肢啊，但是按照这游戏的这个样子来看，我们其实是每到新的一关都会自动原地满血复活啊。那么这边怎么办呢？是直接丢个下去可以引发这个吗？哎，没丢好，好吧，哎呀，浪费了啊，不对，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丢一个四肢下去，啊，对，把它放在跷跷板的右边，哎，现在总行了吧？好，然后这边啊，不对，弄错了，我们最后要得到那边的帽子，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自己这个脑袋给弄过去，这样行吧？哎呦，好，我来了，跟着我的几个四肢啊，但是因为没有躯干，我们一个脑袋和四肢在一起呢是没有办法重新整合起来的啊。这边咋办呢？我扔，没扔好，我错了，是啊，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的是把一个没弄好啊，放在这里，然后呢让它等会儿被蹭下来就行了。我来了，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哎呀，这个困难了，这个相当困难了，我们又要做这种残忍的，也不是残忍，实用的事情了。大家看这个样子就像一个什么糯米团一样，哎呀，像什么乒乓糯米糍，嗯，看上去就很好吃。
啊，至关是这样的，我们啊把我们的四肢和躯干全都扔到大炮里，等一下呢再把它们发射过来，不然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下面的通道啊。然后光是有了躯干还不行啊，我们要有手，没手呢啊没办法搭上这个墙壁啊，没办法搭上旁边的悬崖，然后呢光有手还不行，因为光有手啊我们跳不高，一条腿也跳不高，所以我们要两条腿啊，我们整个人就站起来给我们就上来啊。在谜题的设置上面还是相当用心的，哎呀又忘了看究竟有几关，这里呢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干脆就先来试看一下吧啊，我们最后要做的呢是让自己这个脑袋啊下来，然后就可以见到帽子，但是为了这么做啊，我们看这边有一个通道，应该是要让我们的脑袋啊从上面发射过去再过来的，但是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绿色的给打开，哎不对啊，该怎么办呢，啊想太多没意思啊，对不对，我们哎刚刚已经弄了一个下去了，好吧我们先把这个蓝色的啊给放下了，然后看一看它会放到哪里，哎还不够吗，你是要我全都啊，不对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首先啊在蓝色打开的情况下这个四肢呢就会放到这里，所以这边呢也是需要的啊。好我们首先来一炮，然后来一个啊，这样绿色就会放下来，我们哎呀这样好像不行呀，太多了啊，不管了刚刚应该只弄一个的，好既然知道了那就简单了，首先我们拿出一条腿放一炮，然后我们拿出两条腿啊，这个把躯干呢哎不对还有一只手呢，忘了干脆扔进去吧，感觉犯了一个错误，是的因为大家看下面还有一个红色的，估计是要我们做些什么，哎呀算了不管了吧，好把躯干放在这里，然后轰一下，哎哦对啊我们要赶紧过来才行，赶紧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给压下来，好再来一次，估计还是有问题的，来发一炮，先发一炮吧怎么样，不对我们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发一炮，而是直接可以过去，然后我们自己啊我们把躯干也放进去吧，啊躯干是放不进去的吧，可以好这样呢我们下来之后啊轰一炮，哎因为有躯干的作用在就可以压住这里，不然的话只有三条腿或者两条腿的话两只手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被压下去就没有办法通过这里，哎呀说了这么久没必要，好出现了两门大炮啊，他这边呢是说支离破碎的可以进去，你整个人你就别想了啊，好那么我们这边呢要做的是怎么样子呢，看这样子啊似乎是地条大炮的样子，这个我们可以把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啊，这边呢可以直接踩到这个啊，然后在这里发炮的话呢但是绿色的我们还看不到呀，是啊要做的呢是把一个放在这里啊，然后啊放一个进去，我们看一下演示一下效果啊，应该会把啊是这样
那就简单了，也就是扔出躯干之后，我们自己赶紧滚进大炮里，轰轰轰！哎呀，忘了还需要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在头的状况下面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没有躯干，我们就不能遮起其他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最后呢，必须是要头获得这个帽子才有意义，不然的话毫无意义。怎么做呢？理想的状况是把头和身子全都放进去啊，并不难，因为这个绿色的这个按钮啊，它上面需要过一点时间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把这丢出去，然后呢就可以和自己的躯干啊一起，好像没必要，我扔，身体靠你了，嘿，我来喽。但是你最后是个球了，你就被这个帽子给盖住了，你也没办法戴着帽子滚呀，哎，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不过看来这个帽子有这个传送功能啊，还有复原功能，满血复活。好，这边呢，可想而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给按住，然后啊，放一个进去。好，我们这个四肢啊并不重要，顺序并不重要啊，我们把所有的平台统统打开之后，依次的把它拿回来。哎，最后我们就只缺一条腿了，嘿嘿，我来了，帽子。好，17关，忘了总共有几关了。我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是需要看一下它的顺序才行。红色直接进入蓝色，蓝色呢，节日怎能没有蓝色啊？同时呢，也会让红色再发一炮，然后绿色就可以再让蓝色也发一炮啊，是这么一个顺序啊。是的，也就是说啊，我们最后要做的还是要把自个儿给滚进去才行。但是首先呢，我们要放一个在这里啊，因为我估计这个再弄一下啊，这现在还是能跳到的，但是这个有点麻烦呀，怎么办呢？我们扔两条吧，不管了。手。哎，直接丢上来也可以。是啊，太烦了，太烦了。首先第一个把你送过去，然后再放一个进来。这边最后会不会搞成一种循环啊？我们顶一下试试看，顶这个，轰。哎，但是这一次没有轰到那个绿色的嘛，也就是绿色本身可以轰到绿色的。我们总之再来试试看，看一下它的流程。好像已经 OK 了，这个右边已经成为一种循环了，我们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给放进去就可以。嘿，我来了，帽子你好。哎，心疼啊，这个主角，帽子不知为何总是离他而去。这边要做什么呢？因为帽子在最左边嘛，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把自己的脑袋给弄进去。但是这个大炮这个样子行不行啊？不对啊，我们从这边穿过去就可以了，是吧？首先我们把这个给堵住，然后放一个在这里面。哎呀，
也不知道最后我们这个躯干行不行，不进去无所谓了，来一炮，好，啊，啊，是这样的，让我们可以在左边，这边要做的呢，是我们，让我们在左边的时候啊，还可以重新整合起，哎，不对，纯粹就是发炮了吗？啊，那看起来没有想象的这么难嘛。好，我们来弄一炮。把这个给堵上，然后呢，就算错了也很正常啊。哎呀，不对，我们最好是用躯干把这个给堵住，这样速度更快一点。但是最后那边还有一个蓝色的，好，发一炮。我们把躯干丢到旁边去，不对啊，我们自己进不进去了，就是说躯干还是要在这里。嗯，打，我们先来看一下没有这个绿色按钮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确认一下可不可以直接轰到那个蓝色里，我错了，那么是不是，哎，认错了，是不是需要把握好位置呢，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滚到红色那边然后再滚回来啊？似乎不是，这样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呢，纯粹是要我们把四肢啊全都弄过去的这个展开，我们这个躯干行不行？可以，好。既然如此啊，我们就想一下，最后是把躯干放在大炮里，还是放在下面？嗯，躯干还是要放在大炮里。所以呢，我们把一只手放在这里吧。我认进去吧，躯干，哎呀，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办法回收这个，倒是有一个直接飞过去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脑袋状态也没有办法再移动，所以看起来躯干还是要在下面啊。哎呀，我有个萌萌的小游戏这个卡关，无所谓了。嘿呦，啊，是我们在这一刻直接再把躯干给弄进去，哎呀，竟然没有发现，哎，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还有一个啊，我们如何把蓝色的那个给弄开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行不行啊？还是我们只要身体健全就可以排过去啊？哎，不是你，还有一条手，最后这一只手呢，不太容易看清楚，蛮不好的。好，轰过来，然后，但是我们这个距离不行啊，可恶。最后这个距离差一点点，还是试出来了再给大家看吧。大家，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不停的这个磨蹭啊，就有可能把这个蹭到左边去，我们就干脆不讲正确的通关方法了，试试用这个方法来试试看如何。哎呀，不容易啊！我掉啊，不对。这边呢，首先还是要把这个发射过去才行。轰，发射过去之后呢，哎，我们就来玩一下。
哎呀，嘿嘿嘿，哎呀，还是找正确的方法吧。大家，他直接掉下去了，他直接掉下去了，因为反正也想不出什么，我们就直接这么过关嘛。是的，有一个四肢掉下去了。等一下去看一下，啊，不行，还是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正确的攻略怎么说，找一找。喷了，据说基本上就是看运气啊，只不过他用的是什么呢？啊。他用的是啊，把躯干放在这里，四肢通通放在这里，然后这边引爆之后啊，你直接赶回去啊，合体然后移开，所以呢让这个往回缩一点，所以他就不碰到这个，而是直接降下来。哎，这不和碰运气没什么两样嘛，啊，还不如我刚刚自己那样磨蹭磨蹭挪腾挪腾。好，我们进入下一关。好，第十九关了啊，这关看起来好，这个呢可以引爆红色，但是我们不知道红色发到哪里，以及上面那个橙色的按钮是怎么回事啊？啊，然后再这样一下，哎，怎么个意思啊？也就是这个蓝炮只用一次了啊，只能用一次。我们来试试看吧。啊，行不行，三哥？啊，然后啊，他是不是想啊，让他们在空中击坠一下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没有想象的这么难。好，我把躯干送给你，不错吧？高等待遇啊。得，为什么没打着呢？难道应该把其中一个放躯干？可能啊。好，嗯，这边两只，砰，然后呢，这边先把手放下去，把身体交给你，砰。没轰好，不过确实就是这么个路数了。刚刚有一根四肢摔在外面了，嗯，我们这次通通弄进去就行了。好大，哎，差点摔下去，幸亏我们此时还有手啊。好，我就是个球，来喽，公公，好。完成了，哎，确实啊，比较简单明了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 啊。总共二十关，我们看看第二十关是什么样子。这个我自己可以推进去啊，绿色，嗯，可以让什么东西进入红色大炮啊，红色当然了是发射，蓝色，嗯，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的脑袋打上去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最后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在这边丢一个东西来做一个时间差。哎，但是光这样做时间差不行。对啊，大家看，这边还有一个。如果两个一起按下的话，哎，它就回来了啊，所以最后的关键呢是这里。嗯，但是归根结底啊，最后呢，那么应该是我们用躯干放在这里吗？还是说怎么样呢？
这个时间应该如何把握呢？不试试看是不会知道的，这个游戏啊，我们想一想。首先，哎，对了，在蓝色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会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放一个的，然后我们开炮之后啊，立刻移过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哎，按的时间久了，这得一弹，好，上面的打开了，我们呢爬到，哎，没法爬到最上面去吗？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还不应该把这个给放过来啊？只出一条腿，剩一条腿的话我们跳的也会比较，什么意思吗你们啊？对，哎，差点以为要下去上去了啊。来，我们把手放这儿，这样我们就有两条腿了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跳得更高一点了？好，然后呢我们，哎，不对啊，不对啊，我爬到这里来干什么？没必要呀，还是说这边弄一个东西等下可以啊？好，哦，不对啊，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弄开来，然后才能把东西放进去，是吧？哎，我们还有一根手，这个老是容易忘记掉。好，这个拿回来啊，把脚丢上去，然后等一下，刚刚什么情况？刚刚好像是右边那个按钮没有按到，过了一会儿才按到了。不不不，这怎么行呢？啊，是的，这样是不行的。把绿色的打开。我们放一点东西进去，对吧？然后绿色回来啊，把这个拿掉。哎，不对啊，这样一来的话就有一个时间差了。是啊，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必须打开它才能发射，但是发射的时候啊，哈，还是说一开始不要弄这一个，可行吗？我自杀了。嗯，思考一下，理想说来。我们还是把我们现在直接发两炮试试看吧，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发到其他的地方啊，轰一轰，轰一轰，砰！哎，你这种这个物理上啊，物理引擎上啊，带着一点随机性啊，让人很不爽啊啊！有的东西只要试试运气就能试出来的话啊，哎，我为什么把这个弄下去？啊啊！我们在炮里面可以出来，真是蛮不错的。而且啊，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明正在想，我们把这个通通弄进去的话，哎，搞不好啊，他还真的能怎么怎么样？轰！
啊，倒是没有这个飞到右边的。嗯，怎么办呢？我们最后要做的目的啊，是自己进去。那么，哎，你刚刚来看的话，其实可行吗？它这个飞上去飞下来有一点点时间呢。其实我们不用很麻烦很累就可以过关。轰，哎，果然还是需要右边这个蓝色按钮啊，按一下才行。但是这样呢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东西啊，它的时间点要把握的比较好。我们直接就站在那儿行不行？轰，要不要研究一下呢？研究一下吧。对了，这边能让我们上来果然还是有意义的吧。我们其实是按下蓝色按钮，那这样一来这个时间差就可以解释了啊。好，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要做的是把一根四肢放在这里，然后啊怎么样呢，应该还是把剩余的尽量多的放在右边吧。有没有啊，行不行啊，对不对啊，有点慌。二三，你可要争气啊。哎，对啊，这个时间差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之前不是开着的状态的话，我们在这边可以使用的呢是怎么说呢，蓝色把它过来之后，过去之后它再自己推回来，但是蓝色上面封住的状态下面我们自己赶不回来，我们要把躯干放在绿色这边，否则的话呢，哎，不，哎，我们首先把这个弄过来，放两个进去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手拿回来，脚拿回来，然后这样，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哎，你这是炒菜呢你啊，应该是这边过去一点点之后，是的是的啊，时间应该是这样没错。好，我们再来实行一下。好，我们来把握一下时间看一看。哎，哇，这个丢到这边之后弹开了，哇，好，成败在此一局了，差了一点点吧，而且我们自己也忘了赶回来，不会真的是就这么做吧，确认一下啊，比刚刚想的要复杂一点。哎呀，这次是想错了，没办法吧。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的，这里啊，哎，是的，果然上面那个红按钮还是要用到的，刚刚疏忽了。好，我们争取一两次之内把它完成。啦啦啦啦啦啦啦，反正你还是掉下来。哎，又没按到，这个运气，该说它的这个物理引擎啊，还是不够精确啊，很容易出现一点问题。好，这样我们把这个回收之后呢，怎么做呢？之后的说法有点那个的，以及我们是不是弄错了？好，没有弄错，还是爬得上去了，差点以为弄错手脚了，爬不上去了，那就悲剧了。好。
迷之人看的攻略里面还说你，他说哎，你要很小心的，哎，自己只剩一个躯干，哎，在这里，然后呢你刷一下，哎，把这个躯干丢出去啊，自己马上滚到这个洞里面去，然后呢他就哇发射，就按到了这个蓝色的按钮，就可以了。迷之人觉得这个写攻略的人明显是没有考虑到绿色的这个作用嘛，我们这样说不定可以啊。是的，果然我们就获得了帽子。是的 ，The end。我们追求帽子的这个游戏啊，就这么没头没尾的结束了。是的，那么第一座完成之后呢，我们接下去就看上个月刚刚出的第二座吧。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迷之声，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